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这个图啊哈，有三个呢四边形，这个四边形 ，B C J K， 还有 C D H I， D E 呢 H G 啊，好，都是矩形的、啊，然后呢 A B C D E 五点，是在同一个直线上，已知哈 I G 两点哈 ，I G 两点哈，分别在这个CJ 哈、啊，跟那个 DH 上面了、啊，反正就是说，挨在这里，挤在这里啊。而且呢，这个长度都一样，这长度都一样，我们把它看成一好了。这个都是一单位啊。好，若三角形 ABK 的面积哈、啊、为 A， 哦 ，ABK 的面积啊，三角形 ABK 的面积啊是等于 A 的。那么呢？然后这三个三角形、哦、加起来的面积啊，哦，这三角形哈、哦，这个EFG 啊，啊加三角形 GHI， 加那个三角形哈、哦、IZK， 这个面积叫做 B 啊。那么 A 比 B 等于多少？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上这两个面积会一样，怎么看啊？这个三角形呢，这个 ABK 哈、哦，它的面积呢是等于 AB 啊 ，AB 我们叫一啊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 KB。好啊，这个是 A 啊，这个是 A 啊。啊 ，B 这个面积等于多少 ？B 这个面积啊，是这三个相加嘛？这三个相加是吧？实际上是底是一嘛，就是底啊。啊，乘以多少？乘以高，高的话是多少呢 ？IJ 啊，加多少呢？加底乘以高 ，H 呢 G。啊，加底是一乘以高 ，H 一 ，H M 一啊 ，M 一啊。但是哈，这一段加这一段加这一段呢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KB 啊，一乘以呢 KB 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乘以 KB， 这是一乘以 KB 嘛，所以两个一样，所以 A 等于 B 啊，所以 A 比 B 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比一啊，所以 A 比 B 哈是等于一比一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